十年后的 Danny， 28岁，是一位专业的测量师，亦都是一位艺人。拍戏、唱歌、影相，都是我这十年来的指定动作。为什么我想参加 U-Star？ 因为我想学嘢，我想进步。十年后的我会考到测量师牌，亦都有属于自己的舞台。加油啊 ，Danny！